重要的原因。把过去的种种不公平视为理所当然，或者把过去其他族群的苦痛视为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的结果，这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企图要改变和扭转的第一个观念。我们那个呢要你们阿爸爸去人们你妈妈念是这样的我的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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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¡Gracias!